我是林平方，我有震惊世界的发明告诉你们。可能你们觉得我很夸张，但是如果你们咳嗽，连睡觉都不能，嗨到连尿尿都不能控制才知道了。原本我每年三月份开始咳嗽，到一整年都没停止，很辛苦，很难受。我甚至都尝试过很多方法帮自己停止咳嗽。我最近又思考以前的原因，很可能当我们肚泻了后就导致伤风。这次的发现真是很巧合，我用布裹腹肚子后觉得咳嗽慢慢减少，甚至咳嗽停止了，过了两个月后完全没咳嗽了。我没有吃药，这种方法是要给点耐心的，如果你们觉得没有帮助，可能你们患某种疾病，不如尝试一下，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止咳。我之前有视频教你怎样用，请看，谢谢。